my real test. To train them is my cause. I will travel across the land, searching far and wide. Each Pokemon to understand the power. 最喜欢的永吉拉吧，也不是最喜欢啊，就是我觉得他是我以前玩那个神奇宝贝嘛，那我记得我是玩红版，就是小火龙那个版本，对，然后好像是第一个道馆打完之后最快可以收集到我觉得很强的角色，就是那个永吉拉胡弟，对，他要跟朋友交换，但是我从来没交换过，所以我就用永吉拉玩到很后面，但是最后还是会把它换掉，但是它很强，然后有一些胡子。那你这次上台有跟它一样强吗？没有，还没有，没有。那你明年就会吗？会跟它一样强？它太瘦了，它太瘦了，它的肉量不够，不够。我要当豪力，就是它打人很痛啊，打人很痛啊。还有皮卡丘啦，皮卡丘我记得前面也可以，在很前面就可以抓到了。然后其实我很喜欢那个喷火龙，那个成吉思汗的馆长办的比赛。那还有三个礼拜，现在你的状况，你的体态怎么样子？体态吗？我尽可能做到最好。对，但是我觉得应该每个人都是一样，就是不会有满意的那一天，你只能每一次要求自己更努力、更进步。现在体脂肪越来越低了，所以有时候会比较容易累，比较容易恍惚。所以其实我本身自己的健身习惯就是我会把健身当作我每天起床后吃完早餐的第一件事情。对，所以我的精力其实都会 focus 在运动，然后运动完之后我可能才会去做其他包含上课啊或其他的事情。那佳佳现在会不会很辛苦啊？因为你还是可以帮助他嘛，就是我可以帮助他，但是其实有时候真的会很累，就是累到可能你教完课回到家你是完全不想讲话的，但是你该做的事情都还是要做，就是要尽可能做到一个好的丈夫、好的爸爸。对，这个比赛你不会去，对，因为对我跟佳佳去而已，因为他要出去玩。
我现在第四个动作，你现在今天的训练如何？到现在的部分，就是没力，做什么都没什么力。为什么没力？是关于你说你的胃消化的那个，还是你觉得就是你的卡路里不够？就是我现在是用碳循环，那现在目前都是在低碳，所以我觉得训练的时候会比较没有力气，比较容易累，精神不集中。嗯，对。但是要把它撑过去，对，坚持下去。体脂肪还要再低一些些。对，还有三个礼拜，对，够时间吧？够时间吗？我不确定够不够，但是要尽力，尽力做到最好就好。你的帽子就写了已经赢了 ，winner。对，是你的台每次的训练都 winner。对。也不一定是跟学生输了，我觉得想要参加比赛的人，其实大家都觉得哦，比赛好像很简单，其实我觉得它是你要把它融入生活，会真的会变得比较简单。但是相较之下，你会有很多不太能去完成的，或者是以我个人来讲，我其实像很多外食，我就尽可能都不吃。对，那。我有些学生他们一开始就说哎、欸、教练我想要比赛，但是然后他们跟我说他们会全力配合啊什么的，但是通常大概两三天之后，他们说哎、欸、教练我可以换菜单吗，或者什么我可以吃吗什么的。就是我觉得这项目它其实是竞技项目，就是你要做到极致，所以很多人会想得很光鲜亮丽，但是其实背后是很辛苦的。那你怎么样可以赢过别人？我觉得其实你要有非常非常努力的决心，然后还有你要很认真去做，你才能有冠军的梦想。当然我觉得很多人会说哦，我可以在我很肌肉量没有很多的时候就可以去参加比赛嘛，其实我觉得是可以的。对，那如果你比了之后你发现靠我好烂哦，那你就继续努力啊。很多人就会说哦，可能你要练个两三年四五年再去比赛会比较好，但我觉得如果你喜欢你就去试啊，试了之后你才知道你适不适合继续玩下去。对，所以我觉得没有说你肌肉大或肌肉小才要去比赛，没有一天是准备好的，真的没有一天。就包含我现在比赛什么的，我都觉得我自己不够好，对，没有好的那一天。但你要尽力，尽力就是最好的。